西瓜产季来临，有一款手掌大的迷你西瓜引发了话题，强调可以一人独享的迷你西瓜直径不到十公分，今年一上市就大热卖，坊间还出现了仿冒品种，只不过价格是不便宜，超市一颗超过300元，让民众直呼比整颗大西瓜还贵，在网络上是掀起话题。